Hello， 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光良。今天呢，我要为大家推荐的歌曲是我的最新的 EP《太天真》里面这一首第一首歌啦，《太天真》。那这首歌的词曲是我自己写的，其实跟以前光良式的情歌还是保留很多感动度在里面。那这次比较特别的是，我找了第一次合作的编曲人，很有名的编曲人哦，得过金曲奖哦，他是 Martin Tang。这次的编曲方式呢？是全吉他的，所以大家也许比较习惯光良的钢琴式的情歌，可能这一次就会听到一个比较新鲜的感觉。因为是电吉他嘛，所以这首歌呢就比较激情一点点，所以相对的我在歌词上面也写了一个比较心痛的感觉。对，那灵感来自哪里呢？是有一次我上网的时候，现在很流行上网去跟歌迷啊互动啊，因为现在有很多叫社群网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就大家在聊天的时候，就有位歌迷突然间就蹦出一句说：“啊，我今天送我的男朋友去当兵，我们分开了，我好伤心哦。”大家开始都不太敢跟他讲话，因为觉得他心情可能不太好。后来我就却问了他几句，他就跟我讲了一些分开的时候的一些过程，就觉得好有感，还有感觉哦。然后那个时候呢，刚好我要写这首歌的歌词，就写下了《太天真》。这首歌想跟大家说的是，当我们很投入在一段感情里面的时候，也许身边的人都觉得我们很天真，可是我们觉得是很值得的。
笑着，我太天真，是谁说过我们都不要改变？